嗨嗨，我是雪溪，今天来开箱 JY 史莱姆，是市集买的哦。我一开始看限动就想好，一定要冲库洛米，现在放在这里，在我的库洛米万年历上面。Oh my god， 是刚刚好的质地，因为蓝粉混完是紫色哦。今天在社团开150元抢到宝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取货。我比较喜欢玩偏软质地的史莱姆，硬的没办法啦。像这个就很好啦，是不是有点库洛米颜色？来起个泡。第二款爆米花有黄色和粉色，因为粉色是卡比，所以我选这个，也一样很好拉伸。500订阅会抽奖，卖货店20不内退，运费38自付。抽奖送东西都是这样，这个起泡好好。